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胖大海有点胖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逛一下一些五金店和超市的 Garden Center。 这一些呢都是29.9元，带一个陶瓷盆，有不同的种类。大部分的状态都挺好的，有一些已经开始开背了。还有 Global Green 以及胶草，数量还挺多的。这些是可以作为吊篮的常青藤。下面还有一些白犀牛、嫩绿绒等等，价格都是29元。这几个品种呢，摆了几个货架，所以数量还是挺多的。室外的小花一年生的也大部分都开始减价了。这一棵是我们之前见过，只见过叶子没见过花的飘香藤。它的花确实要大很多，而且有点丝绒的质感。Home Depot 的尤加利叶现在是半折。同样也有一些这种花盆式的装饰小花，现在价格是10元。这里有一些一年生的小花，其中包括这个星空系列的牵牛花，有粉色和紫色的。我觉得紫色这颗实在是太美了，果断拿下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颜色的牵牛花。再来看看 Costco， 我这一天去的有点早，有些货架都还摆在一起的。这里所有的花每盆都是12.9元，有大叶绣球、薰衣草、福禄考、百合，还有一日百合等等。有几种百合的品种，从花苞来看，这一颗百合的花应该是很大的。不得不说 Costco 的价格确实很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点赞收藏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